小心在世界，我是你的小乐园。
我完全听不到。你这边好小，在这里发出来的声音超低，超大。八九 ，Oh my god！ 最后一点了，没有吧？对，最后。然后碾压，碾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件事，等我讲一下。看你唱歌太大声了。好啦，刚刚呢，我们等待了半个小时，因为我们工作人员临时加码去出题，因为我刚平手拿巨战啦，我们多出了五题，他们现场进录音室录音，录音室，神秘的小房间，五首歌，那其中一个考官是佩玉，因为我们发现说我们最后决胜局3-3公平，对，所以佩玉也是唱了其中一个人之一，这三个人唱的都是主的。来说，难度。那我先靠近一点那些动物。女孩对我说，然后那个我要快乐跟花香，花香对不对？我是女生，我是花香。花香，花香对我说。你要的爱，然后还有那个小弟，小弟，小弟，对，然后，我不知道没有长辈，完全没有，你要的没有大声，大声，爱我，听一次。我在跟你们说，我绝对是先听到王者珊珊，珊珊你举，对，我也是太大声了。三双耶，阿姨娘哦，没有，我直接放在这里了。我把阿姨娘劈成三双。对啊，完蛋，我粗暴哎！欧阳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好，你这样趴着吗？他说自己人吧，你在我的频道哎，哎，我在听见。他在后面，他想说我唱完了，太放松了，他下班了。没看到啊！对，那些年都写过了，我也是听到三三。以及，还
还有一首。刚刚我就想起来啊，隐形的翅膀。张惠妹的人质，人质，然后还有那个光良，那个，然后还有 Tank 的给我你的爱，给我你的爱。我们的第一次怎么唱？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超大声，你自己听超大声，我没听过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都是他们自己想唱。对啊，这不是热门的歌，我就不会。音调很高，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对，很高。但是他真的是个男的，没有才，没有才华力，但是超投入。第一次我到底最后一题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。是你唱的吗？欧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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